而且整个江苏省好像是头一次。在饭店明亮的灯光下，两名赤裸半身的模特表情自然，摆出亭亭玉立的造型。彩绘师正细心地在他们身上描绘着莲花的图案。而在一旁用餐的顾客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诧异，有的甚至还拿出手机进行拍摄。活动嘛，我们就是说，出来也影响嘛，出来也知名度吧。但是有了这个东西，真的生意要不要好一点？可以吧，应该差不多。记者注意到，在饭店的门口树立着一块谢绝非成年人入内的温馨提示牌。可是顾客要是带着小孩来的话，店家真的会拒绝吗？是你们大人觉得你可以让小孩接受这个意思，你就给他看，你觉得不可以那你就不要跟他讲。我们是不会把你带来小孩来参观的。对于这样另类的揽客方式，不知道市民们会是个什么态度。像我这样的年龄不能接受。我接受不了。我虽然也不算太老，但是这个事情不能接受。都取消了。你能接受吗？我觉得无所谓。能接受的，这也是一种文化。现在已经开放了一点了。大多数人还是觉得，在饭店这样的消费场所内，光顾的经常会是夫妻或者是父母子女，人体模特过于暴露的穿着肯定会引。